好了，那你今天在这附近是逛街吗？还是？对，我逛街。一个人？对。欢迎收看魔术 channel。Oh my god， 全新单元来了。没错。叫做什么呢？啊？街头星探。哇，完全没有魔术人呢。没有，有魔术，有魔术。好，还是有是吗？我还是会变魔术的。好，了解。好好这个单元呢，就是我们要去寻找街头上隐藏的正妹。啊，这我跟你讲，我在行了，我在行了。我走在路上，没事就在看妹。哎呦，轰动！轰动！我跟你讲，我魔术师也是有锐利的眼光。但今天呢，更厉害的是，我们这一集直接有厂商要置入我们。有干爹吗？有干爹。有干爹了。它是一个全新的交友网站，叫做“帮我宝贝”。帮我宝贝。他网站上面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屌，你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还要上班呢？真的，我也这样觉得。你需要的肩膀在这里。哦，你知道这个吗？啊，不是，哎，算是非常直接的交友网站呢。非常直接。哎，你帮我付学费，我跟你约会。哦，很有上进心呢。哎，没错没错。而且上面呢，怎么样，各式各样的正妹都在上面。哦，我先住着。我要包大家，对吗？包我宝贝，包我宝贝。OK， 回到我们的主题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人在高雄的新爵江。耶，老地方。没错。老吗？因为我们都读中山大学，很熟。对，很熟。很熟。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隐藏在街头的正妹 ，Let's go。好哟，好哟，有看到吗？我就是刚刚看到一些，觉得好像还可以，可是又觉得那个嘞，那个落哪一个？黑色衣服，嗯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跟你讲，可以。可是我就问，会不会很像变态？你本来是变态啊，怀疑吗？喂，不要怀疑啊，不是这样讲的啊。好了，我觉得你可以啊，因为你长得可爱可爱，亲民亲民。为了大家，我去问一下。对，然后你问一下 ，OK 的话，我再过去。是不是跟我有点像？可以吗？好可爱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做 TT。TT 哦。TT。好的，那你今天在这附近是逛街吗？还是？对，我逛街。一个人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比较方便，比较放松的感觉。真的，女生说我逛美妆店，真的一个人比较方便。哦。都不会有人催。那你有看过妮妮学姐吗？有啊有啊，我是粉丝。是不是很像？好好惊人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女粉超少的。你看，你站过来，你站过来，你看今天穿的有多像？看他穿搭有没有像？是因为是粉丝，都是黑色的。好害羞。那你是吃辣的吗？是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奇怪，我原本不吃。我想一下哦，我七岁还是八岁回来台湾，可是我每年都会回去，所以就是我也不确定到底是我，最起码我求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台湾。有钱，直接一点比较好一点。经济条件，虽然大家可能不会直接挂在嘴巴上面讲，可是我觉得经济条件是一个很成熟的想法。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要问你，你以前小时候有没有那种做什么事情是不敢让爸妈知道的？我小时候很喜欢打羽毛球，就是在家打羽毛球，然后我就想看，我到底有多准，然后我就对准家里的时钟，然后我就打下去，然后结果那个时钟就掉下来，然后碎掉了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，然后我就先把那个羽球拍给收好，然后哭着跑去找我爸爸，我说那个时钟突然掉下来了，好可怕。这算蛮可爱的，但是他要把结果告诉父母，但是不敢让他知道这个是自己做的。OK， 照惯例呢，这个是什么 channel？ 天天 channel， 尴尬 channel， 不是魔术 channel， 势必是要来点魔术了，就在这个地方。
有一个硬币，硬币放在你手上 ，OK。然后手上这边呢，有一叠牌，随便拿起一张牌，然后大家帮我念出这个牌是什么。嗯，芭比宝贝。怎么了？是什么？包我宝贝，哎，一直录吗？可以 watch。包我宝贝，三二一，瞬间，它会变成字。I love you。好丑啊 ！Oh my god！啊，对了，想要问你，以前有玩过交友网站吗？有啊，我之前。今天呢，刚好有一个新的交友网站，叫做包我宝贝。包我宝贝。对，就是刚刚那个变出来那个，有人想要试试看吗？好啊，可以试试看。可以。而且它是用手机就可以了，可以拿你的手机。那你刚刚试用一下，你觉得这样感觉如何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大部分的人也都蛮有礼貌的。跟我之前用过的都差不多。用过的？用过的交友软体。交友软体啊，要讲清楚。我刚刚心脏漏一拍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街头星探新企划大成功啦！哎，算是非常成功哎。对啊，而且居然就是遇到自己的粉丝啊。后面就是因为是粉丝才会答应。高几率。好的，那如果还想要看我们出现在哪里的话呢，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会去街头寻找隐藏正妹，然后记得追踪我们的林学姐，还有哎，你有 IG 对不对？有。OK， 那你 IG 打在这个地方。TT。好的，那魔术 Channel， 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你是你的粉丝，那你知道什么是放置系少女？我知道啊，就是这样。真的是粉丝哦，真的是粉丝啊，粉丝哎，好的。